你敢无看到？你若是我这里才简单就放弃啊！
看到你的真良心啦，哪里有要求高吗？讲，我本来是我要抬伊啦，啊，不过我来抬伊哦，你都已经放弃，我抬不了。我嘛是要已经放弃啊。当年是你老爸、你老母的唔对，你想袂到佫再拽人啊？啊，不相信你，大莫怪爷爷啊！你要答应我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给我出来。你是爱我爱到这忝命？我是爱你哦，对你有好处呢。安怎讲？你目睭青呢？第一，行路无方便；第二，你老爸过遐尔老啊，你若娶我，我第一看你；第二，去煮饭给你老爸吃，你一尽相刁呢。我问你嘞，你敢有法度受艰苦？安怎艰苦？你若目睭青呢？马紧，我天上山，我做贼啦，我钱足济，我带你来去美容，来去医目睭。我这已经未好啊啦。未好啊，无紧来青眉，暗暗我会拢袂走啦。真是啥呢？好，做我你有听到无？你阿家一家人关系就要放弃，今仔日你有这条命，就是你母子得去的。我知，一切拢是我的错误，一念之差。今仔日，我的母子在你面头前甲你要求，公开一面，也感谢你娘家。免搞回多少。妈妈有话，王建客，你哪有话啦？有话真多嘞。阮两个人姊妹啊嘞，今仔阮。我伊好气，阿要嫁啊！我嫁你啊！你理我无？我有欠你吗？你无，你老爸欠我啊！是安尼哦，啊，好啦。好啦！拉清楚。我袂使继续，你着想到你老爸哩啊！我是讲本来遐正宽宏大量，就着阮的冤仇化消。我是讲好，你的心肝嘛这尔啊善良，甲你留伫阮厝内底的所在，阮小弟要带你啦。好啦好啦，人伊毋是讲伊好要娶你哦，我要请教，你一定要一句都爱叫吗？不过我爱叫你，我爱叫你。你叫一个遮大面哥。我爱你啊！你袂记？咱今仔无闲啦，搁想袂下啦。爱我对啊。是安尼决定，二表，那呢？我娶因姊妹倒转来去，向我老爸讲一声，感谢你，再会。